谢谢大家。没想到你们给我搞这套啊，我还苦什么了。然后在舞台上没办法点蜡烛许愿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许下最好的愿望，也希望今天，我们把场灯关一下，大家伙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，让陪伴他在这里许一个愿，好不好？我不用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不灵的啊。好了，洗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凯哥。就一会儿分给台下的所有的粉丝吃。当然，买这么大的蛋糕不是分给大家吃的，我们不能吃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，很谢谢你们，在我22岁的这一天，有你们陪我一起见证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遇见更多的美好。谢谢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唱，一直爱，好吗？是在演小品，你们到底是喜欢我演小品还是喜欢我唱歌啊？行，咱们今天就多发挥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那我很美吗？现在？昨天其实我看很多视频，大家有拍刚刚这个串烧嘛，然后我看到很多人边举着手机一边在那儿哭，结果今天轮到自己了。今天有朋友流泪吗？擦擦眼泪。好。对，渣男渣女都碰到过吧？该发泄一下了吧？好啊，以后都要来我演唱会唱好吗？又会唱又聪明，真是无语了。好，来。啊，其实今天没办法来到现场，他们送上了一个非常好的 VCR 祝福送给你，请看大屏幕。也要好好生活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。你在台上闪闪发光，我们在台下为你加油呐喊。希望以后能继续看到你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。未来的路很长，你们陪。不尽思量，只愿此生长乐未央。这是陪你度过的第三个生日，我相信以后每个。谢谢大家。没想到你们给我搞这套啊！然后在舞台上没。一直唱一直按嘛，一直唱啊。好，按。
会的时候，因为开演唱会之前，其实我没有想过自己的演唱会可以一上架一售而空。花墙，花墙，二楼的花墙在哪里啊？二楼吗？真的吗？在哪里？是在这个场馆里面。谢谢，天哪！我真的觉得，真的是你们给我的力量更多。单依纯妹妹的演唱会，作为新生代理，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，现场氛围真的绝了， Live 实力好强。就问这是吃了几个 CD 呀？